一个姿势会警告吗？真的吗？你可别骗我。我本来就很白好吗？谁说我黑的？我本来就很白，本来就白，因为我很少晒太阳，我基本上都不晒太阳，我出门都戴的是那个面罩，我买了一个面罩，出门只露两眼睛，那个出门跟蒙面大侠一样。我准备买一个那种袍子，戴面罩，戴帽子，出门就只露俩眼睛，然后再戴个墨镜。我基本上都不晒太阳，我出门还我还擦的那个防晒霜。可能因为刚才跳舞了。我好像有点困了，我播一会儿下了。刚才都不困，这会儿就有点困意，终于有困意了。假的，因为我还没学会。估计我也学不会，太难了。上了一节课，我觉得我腰快断了。上了一节课我休息了两三天才缓过来。因为那个老师就是刚去就让人下腰。啥假永恒的爱。我觉得我的腰都快断了，因为我不喜欢，我跟你说我一点都不喜欢爵士舞，我觉得不是我的风格，我觉得我适合古典舞，因为我看着比较有气质的那种，不适合那种嘻哈风，跟我格格不入，我跟你说，看着那种看着别人跳舞都想笑。因为我比较适合跳古典，我不适合跳爵士。跳爵士的话，跳那种性感点的还行，就跳那种嘻哈风，穿个很宽松的衣服。因为那种的适合就是个子低一点的女生。我这么大个块头，我杵那，我觉得。有点奇怪，而且我也不喜欢就很难学会，我也不想勉强自己，
但是我得要把那个课上完。个子高不太好跳，对，重心不稳，个子跳舞是个子低的人适合跳舞，重心稳，个子高的人，我脑袋摇摇晃晃。是我唯一的骄傲，噔噔噔噔噔，适合转个圈圈，什么鬼？你在说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啥，我没有啥的学。我跟你说我学啥了，我就报了个爵士舞，报了个古典舞，但是那个古典舞我是今天才报的，那个爵士我就只上过一节课，然后还学了个古筝，只上了两节课。我给你打的是啥？我现在还处于打酱油阶段，我给你打的是啥？等我什么时候学会了再给你们展示。而且我学古筝我都没有买古筝，我跟你说，就上了两节课。你的要求未免太高了。哎呀，我发现你今天是来找事的是吧？我本来肚子就很小呀，只是平时手机放的低而已。
几点下呀？然后哪一家？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因为我不太会化妆，我化的都跟没化一样，我平时，所以后来我就出门懒得化了。我不知道别人是咋化，反正我化的跟没化一样。人家那种化妆就像易容术。突然觉得都不像自己了，我是画了个寂寞，还在那涂涂抹抹了很久，没有一点改变。涂抹了在脸上涂涂抹抹了很久，也不知道在那干啥呢。无效化妆，
噔噔噔噔。我觉得有很多女生都感觉都可牛批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清明节的时候不是在西安，因为我认识西安的嘛，就在街上逛了，然后呢就突然肚疼，然后就去卫生间了。我发现卫生间里面的有很多女生，你知道吗？她们都在卫生间化妆，是不是瘦了点？没有没有，我都没有减肥好吗？就我一进那个卫生间我都惊呆了，一个就是有很多人都把那个梳妆那个洗漱台霸上霸着，然后在那儿化妆。我觉得挺厉害的，我觉得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卫生间里面都是人，太恐怖了，一个都在那打粉底，完了那描眉，他都画的特别浓，感觉都像是从那个泰国回来一样。那个你知道吗，人家还弄得挺细的，还贴个双眼皮儿，还弄个睫毛。我都惊呆了，我跟你说，在家里是不能化吗？非得去外面的卫生间。然后还有一个女生，她更搞笑，她是跟她男朋友刚吃完饭就开始脸上开始涂，开始补妆，她累不累？就无时不刻都在补妆，粉底比兵马俑都厚，是不是约会去了？我不知道啊，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人家是那种一群女生，是一群女生出。可能在外面逛的，因为西安这边就是人很多嘛，就很多人来这边玩，都在卫生间化妆。但是我觉得化的并不好看，我觉得还是淡妆好看。化那么浓，感觉跟泰国回来一样，进来跟出去感觉都不是一个人，太恐怖了。